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神。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我现在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场 ，OK， 就是 PWDC。因为今天我听到在 PWDC 有一个微商博览会，他们讲是马来西亚国际微商博览会，所以我就想要过来这里瞧瞧看到底现在微商到底可以做到多大。因为本身我是这样认为，因为我们可以在报章上看到，在中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香港，在微商界来讲的话，他们在微商这个东西是觉得一个很正常的东西，很专业的一个领域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这个微商博览会，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厂商，然后有什么机缘可以让我赚一下钱呢？这样的话然后有人 sponsor 我的 video 也是不错一下的。OK， 这样我们现在先去 register 先，就去然后进会场看一看吧。来好来好，我们来先 register 先。小姐，我要 register。好，我发现那个很可爱的。填的名字、email 电话号码。名字、email 电话号码。对。OK， 我 register 到了。好。那现在帮我 scan 这个码，我们会看。来。好了，讲 A 啊，对，然后这个还是带着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，拿到了，我们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好料。听说过可以来这边赢取飞机票。哎，我看到一个，我比较想要这个，你看一看，Samsung Note 8。只要25000嘞，25000分我们就可以换到了嘞。他这边是只要存到分数就去拿那个礼品哎，25000分，这样我势在必得啊，25000分。他们这边有一个叫做特工快闪任务，特工快闪任务就是那些神秘嘉宾他跑出来的时候你只要去给他 scan， 这样的话就有1000分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突击任务，突击任务比较特别嘞。OK， 突击任务是他们在明天，就是今天没有，明天跟后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讲一个叫做口号，你可以去到问那个人，你念出叫我老板，假如那个人回应你，老板下午好，这样的话你就找对人了，这时候你可以获得5000分哎，假如我这个东西我完成的话，5000分离我那个分数就是20000。其他里面呢，就是那些厂商他们的那些 information， 他们的那些资料，公司的产品这些。好，我比较期待那个任务哎，超期待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进会场，我们上楼，因为这个在2楼，我们要去上4楼，我们去上4楼，然后我们去做一下他的任务，看他这个任务有什么好。我来到了这个博览会的门口，然后现在我看到里面蛮多人的，人山人海一下，所以现在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我怎样去累积这个分数吧。马来西亚最有爱的，来啊，马来西亚最有爱的微商平台。做这个东西。
他叫我做这个动作而已，这样子还要这个。这里很多人在看的，没关系，我看看太老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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